这是老孟头给你做的。他说，你打小就爱吃他做的肉。等天亮了，对你执行枪决，有啥话想留下，你跟俺说。苏建才辜负了天下人，但是没有辜负他。就这些啊？你辜负天下人，没有辜负子房。建才。马英对你不好，俺们游击队上有人欺负你，俺是真糊涂，俺是真搞不明白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啥？啊，这是为啥呀？建梅是你姐，老孟头看着你长大，镇江二虎、小董、于天、大年，那都是跟你一起出生入死打鬼子的战友。你能做到不辜负子方，你咋就不能做到也不辜负俺们呢？俺想知道。是啥难事儿，让你能忘了杀你爹、杀你姐，让你能和仇人杨大王八站在一块儿，端起枪冲着自己的兄弟，下得了手啊？你不会是非得把俺们都杀绝了，你才能做到不辜负你的子方，一个娘们儿。子方不是一个娘们儿，她是我的爱人。你爱个球啊！你就想知道这都是为啥？你跟俺说，为啥？尽力了，你知道吗？鬼子对我使用了所有的刑罚，所有的，打到我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，可我都没有屈服。鬼子给了我高官厚禄，我还是没有屈服。最后，他们对我执行死刑。用枪顶着我的脑袋，扣动了扳机，可苏建才还是没有屈服。队长，我死过了，我苏建才
为抗日死过一次了，我问心无愧。可是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杨百顺剥光衣服、被奸污，最后还要被鬼子砍头。我不能，我做不到，我受不了啊！鬼子对我执行了假枪毙，可我却真的死了。当我再一次睁开眼的那一刻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阴间还是阳世，可是看到子房站在我的面前，像天使一样对我微笑，为我温柔而歌。当时我突然就明白了，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为之奋斗的只有子房。什么日本人，什么抗日救国，什么国民党、共产党，都是假的，只有自己的爱人才是真的。不知道后来我有多恨，恨有几对，是你们挡在了我和子房的面前，让我天可一方，你们都杀光，子房才能终成眷属，才能逃离这个丑恶不堪的世界。戏文里唱的，外敌来犯，男人当精忠报国，这打小听得少吗？啊，你忘了你破衣拉撒从学校往回逃回来，饿得都晕倒在地上了，你说的啥呀？你要投军，你要抗日报国，现在这摆在秃子头上的狮子这么明白的道理，你咋能糊涂成这样呢？这俺跟你讲个更简单的，俺就一人，你有哥四个，你兄弟不在家，俺冲进你家去，俺要霸占你的家，俺欺负你媳妇儿，你咋着？啊？你听俺的，俺说你帮着俺。把你的亲兄弟一个一个给宰喽，完了俺就不欺负你了。这啥道理啊？这你不明白啊？你得回头找兄弟把俺打出去才行啊，要不然你说你能帮着俺一块杀亲兄弟的人，俺怎么对你？没有尊严，俺想欺负就欺负你，俺啥时候想欺负你媳妇儿就欺负你媳妇儿。你爱人子房，你们俩好，那是俺们挡在你们俩中间呀，那是鬼子挡在你们俩中间。
没有大家，你和子方这小家搁哪儿啊？啊，都跟你这样，那俺们中国早就落到小鬼子手里了，中国人都死绝了，就剩你和子方了。你想想，过啥日子呀？还不如死了好了。你是一个有脑子的人，你瞧瞧你刚才说的是啥呀？俺不认识你。你变种了，你变得俺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气死俺了！你哥，哥，你别杀我，求你放了我吧，别忘了我救过你的。在他老人家的份上，你放了我吧，哥。我都替你想好了，你放了我，给我一支枪，让我在你胳膊上打一枪，这样你就不会担责任。我保证不会回到鬼子那儿去，哥。我带着子方离开这里，去南阳，再也不回来了，哥。你撒开。现在是爷们儿，就得敢做敢当，别临了敢瞧不起。都是亲手做的，把他吃光，别糟蹋粮食。明儿个俺亲手送你。刑场执行枪决。Thank you.
当年俺俩是被拴在马屁股后面拖进城门楼子的，遭罪遭大了。哼，这次要是抓到冬春啊，别把他拴在马屁股后面，甩他一身屎尿。都给俺听好了，这回龚先生不但要把他拿下来，还得快。只要是误了俺的事儿，别怪俺不客气。秀儿，俺和镇江二虎在训练所待过，城里的伪军八九有认识俺们的，所以联络镇金枝同志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是。秀儿，城里便衣多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对的，我看我还是和秀一起去吧。我们两个化妆成父女两个，相互之间还可以有个照顾。成。这马云他们怎么还不来联系？看把你给急的。我能不急吗？我盼这一天盼了七年。县城要是解放了，咱们就再也不用忍辱受气了。是啊，不过这小鬼子还在一天，我们就要忍到最后一口气。荷花，荷花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我被同学打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们说我是汉奸的孩子。爸爸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当汉奸呀？为什么？宝宝呀，城外东关街口杂货铺去，他在那里有要紧的事情找你啊。哦，对了，到时候啊，我呢会在门口放哨，你只要看见我在那里擦锅，那就是没有事；要看见我砸锅，那就是有情况，你赶快逃。好，到时候我去和小王一块儿去，我来分头行动。谁？秀阳。哦，对。哦，对了，他叫云秀啊。马英让他留在你这里，负责联络。尊严。刘三，我心里难受，我心里难受。众村君，请保持军人尊严。我要回家，在我的家乡里，全是好的农田，我和妈妈
一起斩！查！查呀！中村君，你这个样子会令你的士兵士气低落。我要回家。啊！中村君，你手里还有60名皇军战士。 我手里还有500名士兵，我们还有武装，我们就有前程，就有希望。你应该明白，你的大东亚共荣的梦想破灭，我的曲线救国的梦想也破灭。但是，我们是军人，绝不能胆怯，必须为我们的生存战斗下去。 知道的，即使日本战败，你仍然可以作为一名战俘全身而退，回到你的家乡，和你的母亲一起插秧、种田。回家，全身而退。 这双手上已经沾满了你同胞的血，你往哪儿退？中村君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个就是我的退路。中国连年战乱，这里的战火不会因为你们的退出而熄灭。无数铁的事实告诉我。 这块土地上，只要有枪，就可以生存下去，就永远有希望。刘三，是真正的军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激励我，身为皇军战士的尊严。 兵力空虚，必须要严加防守，以免八路军图谋现成。我一直深深的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：只有更加残酷的战斗，才有胜利的希望。 刘三，我愿意和你并肩战一起，为了生存而战斗。我已经在城墙增加了双岗，命令引队长和他的便衣队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，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分子。嗯，要死，要死。 再敢动我，我就会用我的战刀，毫不留情砍下你的脑袋。是。哟，郑部长，哟，锦队长，这天都黑了，还出城啊？啊，我去看看王二姑。 郑先生，送我一盒日本点心，快去给老太太尝尝。您孝顺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啊，早点回来啊，这年头到处都是游击队，不太平啊。哎，谢了啊。您慢走。
飞扬，你知不知道俺们那会儿？哎，妈呀，对不起啊，来晚了，对不起啊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哎呀，有一个尾巴刚被我甩掉。老张，这尾巴是谁啊？你们尹队长啊。尹队长，啊，就是以前刘忠正的副官，杨满春走了以后呢，刘忠正把他调到编译队当了队长。这小子眼睛够毒的，差点坏我事儿。啊，马英，咱时间紧，说正事吧。来，坐坐坐坐。哎，马英，部队呢？都在思乡集结好了，一共有1000多人，天一黑就往城边运动。佛小贤一定能到达指定位置。好，啊，我把城里情况跟你汇报一下。警察局啊，有10几个人已经被我争取过来了。等行动一开始，我先带着他们把西城门给拿下来。拿下来以后呢，我会在城楼上举起一盏红灯，一看见红灯，就带大部队进城。好，老郑，城里战斗力最强的是中村司令部的60多个鬼子，我想让王二虎和赵振江先带一支小队先行潜入县城，在司令部门口带3挺机枪埋伏，战斗一打响，先攻司令部。打他个屎壳郎上锅台，手忙脚乱。大部队一到，再发起总攻。嗯，好，这事儿不能办到。小杨，你能不能带几个人在南城偏门接应王二虎他们，伪装成送粮食的进城？好，没问题。司令部防守咋样？防守很严，要攻进去会有些难度。不怕，俺有招。先布置一些重武器，把它堵在里面，让刘忠正鸡窝里打太极，拉不开架势。部队以最快速度移动过去，把他锤死在院子里。可以，警备队对面有我们一个联络点，我们可以先把重武器运到那儿去。好，4个区的游击队封锁住东南西北4个城门，防止溃散的敌人外逃。挺好的锅，擦擦干啥？嗯，好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这个锅啊，表面上看着好，实际上啊，这个锅里边已经有裂纹了。这个油火一去啊，啊，你看油火一去，那呲啦啦的往这个火里头啊净浇油，不好。换地，你不知道。好好，对了，生意怎么样？生意嘛，哎呀，马马虎虎了。走。进去啊，选一下锅，走，里面有好锅，走去看一看。啊，不了。哎，不灵不要钱，铁口子断。又回来了吗？人呢？让我下房了。马英，咱得抓紧，那个姓尹的不是善茬。嗯，大体上都差不多了。老郑，关键就是你了，俺们等着你。红灯一举，部队进城，这仗啊就打赢一半了。你放心吧。红灯，红灯好啊，听起来就痛快。老马，赶紧的，赶紧放哨去。哎，红灯一举，大部队就攻城。痛快，真是痛快，他娘的可痛快！咱们再把细节说一遍。嗯，啊，还有个事儿啊，能不能把云群同志留在我家？今天晚上啊，我把警察局的白局长
警卫队的耿大队长都约到我家打牌。这两个家伙是个铁杆的汉奸，得把他们控制住，控制住他们，警察局和警卫大队就会失去大部分抵抗力。半夜呢，我还要找机会去攻打西城门。我怕我妻子一个人在家，控制不了局面。成，没问题。老郑，鬼子司令部的后门是啥地形啊？后门通着三条街道。俺合计好了，咱这回人多，安排一个小队守住一条街道，各个出口俺都给他封死了。小鸡吃绿豆，一个个来，光打不追，还要把鬼子慢慢给耗死。铁壁合围，对，俺得把这仇给报了。老家伙，又发暗号报警了是吧？这屋里头肯定有八路，给我出！走，走，咋的？你知道外头什么情况？正门出去就是白给，走，从后面绕过去。没头脑呢，那老孟咋办？咱们就眼睁睁让他们给带走了。你说咋办？现在俺们就是冲出去，能把老孟救回来，那反正打县城的计划全都白瞎了。城里城外上千人都准备好了，咱没退路了。只要能把县城打下来，老孟就死不了。不就是打县城吗？俺现在就回去叫人去。哎，敢站住了！你急啥？俺比你还急呢。大部队协同作战。你说啥时候打就啥时候打，啊？计划一旦确定，亲爹亲娘死了都不能改变。老孟死不了，等红灯。老郑，怎么样？出了点小岔子。有影响吗？还好，明天拂晓开始行动。好。哎，王志，这个白局长跟耿队长什么时候到？就快到了。哦。哎，一群同志，你会打麻将吗？会一点儿。好，我教你个任务。哎，是。
川的八路。嗯，在那。哟，还是个老家伙呢。可不是了。来队长。这老家伙是门口放哨的，他看见我，又是敲锅，又是关门，我一看就知道他屋里头终有八路在开会的，我就赶紧带上人去抓，没想到这老家伙掏枪就打，打死了我一个弟兄，把八路全放跑了。南队长，还有一个人很可疑。谁？郑静之。郑股长。有证据吗？郑静之天黑了，一个人往城外边去，我觉着可疑，就跟着他，跟到这老家伙屋门口，他人就不见了。弄不好，跟八路在里面开会的就有他。郑静之，这个人我一直琢磨不透。这样，马上把郑静之抓了，跟这个人对峙。是。还有，事关重大。马上通知中村司令。梁队长，我去。去吧。是。姓什么？姓孟。叫什么？叫孟八路。孟八路，是个好名字啊。说说看。开什么会？什么人在开会？行啊，上老虎凳。